此事啊，老夫认为还得由元老会表决一下啊。陈长老，我们在考国卫药师之前呢，都熟读了《伏龙律》。按律规定，总统帅可由大师帅直接任命，而若大师帅的位置空缺呢，天罡殿的四营帅也可以提名总统帅的人选啊。现在乌里丹已经投了弃权票，大家都这么支持新童的话，看来也只能是新童了。住口！一个外邦人竟敢在此大放厥词！元老会对三殿只有督察之权，地位是一样的。我觉得王玉谦说的对。我们要选最合适的人当统帅，否则这营帅的位置我们不要也罢。这样吧，既然各位营帅迟疑甚坚啊，那这统帅之职就暂由赵新童担任。爹，在他任职期间，我们会对他进行考量，至于合适不合适，到时候我们可以再议嘛。啊，遵命。